好，在这一边呢，有一些题目是在课本里面的，听吗？State the next two term。所以我的三八十五二四三五的时候呢，我这一边是加五加七加九加十一，所以在下一个会是加十三，五七九十一十三，加十三的时候它会变成48，然后再加十五的时候四十五十。然后63，这样，OK，所以我们这一边有35加13，然后拿到48，再加15，我拿到的是63，对。接着我有7、5、8、4、9、3、12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因为我7、8、9、10。然后过后呢，我这一边就五四三二，OK，我把它分成两段来看，我有二四五十十二二四二七，我这一边呢，你看上来它是加二加一加五加二加十二，然后加那个三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一个加一加二加三有一个规律，可是加二加五加七不是，OK，所以可是二跟四之间其实是乘二，五乘二乘二，所以它是乘了加一乘了加二乘了加三，所以我这边乘二的时候，我就会拿到了是54，然后我再加四58。OK，一四九十八三十五，OK，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这个是加三，然后这一个是加五，然后这一个是加九，然后这一个是加十七，OK，然后我自己本身呢，其实有背一些数字，就二四八十六。OK，二四八十六是什么东西来的呢？它其实是二的 square，二的 power 一，二的 power 三，二的 power 四。你看，二跟三相差一，四加一，五八加一，九十六加一，十七。OK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这一个东西呢，它其实是二 power 一加一，然后二 power 二加二。OK，我的这一个是三，我的这个三。三其实是那一个二 power 一加一，我的五其实是二 power 二加一，我的九是二 power 三加一，我的17会是等于二 power 四加一，所以我下一个是二 power 五加一的时候呢，它会是等于32加一，33，然后我再下一个是二 power 六加一的时候呢，它会是64加一，65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加33，35加33，35加33，然后我会变成了68，OK，所以我下一个是68，然后我的68再加65，加65，然后我拿到的是133，加65，所以它是133，OK，好，这一边 state the next two term in the sequence，我们可以看到哦，它是2 power 2。然后过后22加1，所以5之后就6 power 2加6加6加1，然后它会变成7的 square 咯，然后7的 square 加7加7加1会是等于8的 square 咯，然后我的 n square 加 n 加 n 加1等于，你看啊，这个7呢其实是6加1的 square。八是七加一的 square，所以 n 的话呢，它是 n 加一的 square，OK，所以这一个是一的答案，这个是二的答案，OK，好，接着 identify the pattern for the sequence below，我有一四九十八三十五，这个就跟刚刚的一样啊，所以是加它的 pattern 是。加二 power n 加一，four to the previous number，OK，
二三四五八九一七七，然后乘二减一，OK，乘二减一，乘二减一，OK，所以它是multiply two to the previous number and minus one，这样哦，所以它是乘二加一，乘二加一，所以这一个45其实是二乘23减一，二乘45减一，二乘89减一，OK，好，第三个是什么呢？第三个是五七十二十九三一加二，这一边是加五，这一边是这一个是加七，然后这一个是加13，OK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对吗？31减19，那其实是十四，哎，31减19，12，然后19减12等于7，OK，好。所以我刚刚这边写错了，12。哎，你看，二加五七，五加七12，所以下一个呢，它会是这两个加起来，所以它是加19。就你的这一个是二加五等于七，然后五加七等于12，然后七加12等于19。好，然后我们的第四个这一边呢，它就有。零四二六四八，我们看零二四，所以它下一个是六，然后同样的在这边四六八，下一个是十，那么它分成两个来看，然后第五个的这一个四七十五二九五九一一七，这一个如果在考试出来的话呢？就很难了，OK，它其实是怎样的呢？它其实是前面的乘这两个，OK，二乘八再加七，会是等于15，OK，然后过后呢，在这一边，二乘一加15就29，变成这一个。然后再来这一个，二乘15加29，就59。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一个，OK。二乘29加59，二乘29，二乘29加59。OK，117，哇，考试出来就糟糕了。这一题一二三四五六，其实就很简单哦，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，它前面那个号码很容易。然后一二三五八的时候呢，一加一二，一加二三，二加三五，三加五八，所以五加八13，然后八加1321。这个21加13的时候，它会变成34；21加这一个的时候，它会变成55。然后这两个加起来的时候，我这一边就有89，这样，所以11乘89，OK。所以这一些都是课本里面的一些小题目，InSmart。